大家好，今日我们来为你们带来真正的剪刀布，就是所有我向你们带来的技术动作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动技能。就我并不是说我要用一个招数去干他，但是我的潜意识里，我 so crazy， 我就自然而然我就做出来了。就比如说很久以前，我下快攻，我就我急停，我就真能进，我操！对，很久以前就当我打酱油的时候，打酱油就是强大。大酱油就是强大，剪刀布变相从那儿就进了，就强大。那这个剪刀布，我们把步伐就迈清楚，顺拐步伐，就是在你右手运球的时候，你踏你的右脚，顺拐，然后你运到这儿一跳，然后这个脚一伸出来，对，然后做出来，你可以做无限种组合，因为就像威少一样，挥快攻，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突破都非常充满力量？因为当你每次就做一个任何动作，今天我们做的是剪刀布，我们过去然后大战的时候，你就养成了强大的习惯，然后你就成功了。